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到法师功德品，也就是说的六根清净。上次讲到眼根讲完之后，耳根讲到种种声当中，上次讲到三恶道的地狱声、畜生声。经文在第358页，358页第三行。上次讲到地狱声、畜生声，就是说得到耳根清净的人，他的耳根就在这人间，父母所生的耳根也能听到三恶道里面所有的声音，恶鬼就是恶鬼道，恶鬼道里的声音啊，就是饥渴、痛苦的那种声音，照样都能听到。那么然后说的是比丘声、比丘尼声，这是佛弟子出家众、出家二众的声音，声闻声、比支佛声、菩萨声、佛声，这是出世间四圣圣者的声音。声闻就是依四谛法去修行，知苦断集目灭修道。最高的果位阿罗汉啊，断三界论的见思惑，这种圣者的声音也包含这个初二三国在里面。总之一声闻声修行的人的这个声闻声的所有的根性的人，在用功修行的声音他都能够听到。比支佛就是圆觉啊，圆觉的果位就是比支佛，声音照样能够听到，它是依十二因缘修行的，如果是处在无佛之世，就是看到世间的无常变化而自己觉悟，证到比支佛国。菩萨就大圣菩萨道，从初发心的菩萨，一直到经过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等觉。这51个阶位的菩萨的声音都能听到。佛声，这佛国究竟佛国的声音照样也能听到。那么上面是随便呢列出一些众生的各种声音，从六凡法界到出世间的四圣法界、十法界声都能听到，依报正报所有声音都能听到。这是得到耳根清净的人，前面的五眼，这里也就是所谓五耳，那么这就是耳根清净能够听到这些各种的声音。下面总结说，一要眼之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内外所有诸生，虽未得天耳，以父母所生清净常耳，皆系闻之。要就是总要，总耳及其要来加以说明。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一切声音，内大千界内，外就是这个大千之外其他的世界，所有的声音照样都能听到。
那么他虽然还没有得到天耳通，是普通一般凡夫的肉耳，可是由这个父母所生的耳根，由修行得到耳根清净了，就是清净的平常的耳根，就具备上面无耳的身用，所以种种声音皆系闻之，通通都能听到而了之各种声音的因缘道理。柔是分别种种音声而不坏耳根，纵然能够对于上面各种音声都能分别都能了解，可是对于耳根不会有所损坏啊。那么这就显示他耳根清净的圣用。上面是长文，后边是把长文再用句诵啊重说一遍。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一而说句言：父母所生儿清净无主威。世间父母所生的耳根，修行得到清净了，就不会受这个世间的恶主物味所污染。于此长耳闻三千世界上，这个普通一般肉耳的长耳就能听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声音。那么什么声音呢？下面就是列出一部分的这各种声音来：象、马、车、牛声，这是动物交通工具等声音；钟、铃、锣、鼓声，这是乐器出的声音，这乐器的名字啊都可以知道的；琴、戏、箜篌声，这也是乐器的声音。琴，古代的琴啊，五弦或者是七弦，琴是配合戏来造乐的，戏也是古乐之一，它有50弦，50条线，因为太繁多了，后来去掉一半了，就是用25条弦的这个做的戏。琴戏是互相配合起来伴奏的啊，那么因此世间这个在一般伦常上，如果夫妇这个唱活呀，就叫做琴戏调活，那么就是以琴戏的音乐啊来比方世间夫妇的这个和合的情况。那么这个是即我们中国古代的乐器琴与戏出的声音，这随便呢顺我们中国的习惯，有这个乐器就集出这个名相来。箜篌以前说过的，有些地方啊只写这个虚空的空，姓侯人的侯，没有主字啊，那么后来加上这个主字，表示这是乐器用这个竹子去做的啊，这也是一种古乐。据说汉朝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个音乐家姓侯，就是侯调啊，那个韵调的调了啊，侯调是一个人的名字，是汉武帝时代的乐官啊，专门研究音乐的啊。那么他仿照西乐的一种乐器啊，做出这种箜篌的音乐。那么照出来的声音呢有空空的声音，所以称它叫做箜篌，这也是一种乐器。据说这种乐器啊比那个戏前面的琴戏的戏啊稍微小一点，也是25弦。那么这都是乐器的声音。箫笛之音声，这个可以知道的，箫有直的有横的，笛子就是这个比较声音比较响亮的，是直吹的这个笛子啊。清净好歌声，前面是乐器的声音，这是说人唱出来的歌声啊，很清净柔雅而很好的歌声啊，听之而不浊，这个比较难了。我们声音照样可以听到，
可是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等，不被它所转，不起分别而不执着，这很难。所以这个听种种声音、种种乐器的声音，而不被所转，不执着。纵然听到了寥寥分明很清楚，可是他不执着。我们普通一般人，假如你学过隐约啊，听到这个乐声，假如你学过的，你懂的，一听到这个乐声啊，你的心马上就跑到那边去了，而且随时就起分别，唱得好不好，对不对？那么你学的是如何？举个例子说，我14岁学过八音，就是这个中乐了，中乐的八音呢，我都学过，所以现在凡是听到这个古乐、中乐的八音的声音，我一听到马上就知道，那么心里马上就起分别了，敲的好不好，照的好不好，什么地方对不对，马上就起分别，这就是执着，听到了就起分别，起分别就是一种执着。这个人他得到耳根清净啊，纵然听了他不起分别，不起分别就不会执着啊，好像长江水流一样啊，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他不会生起执着啊。无数种人生闻性能解了，世界上很多很多人的声音同时在讲话，他通通都能听到，而且了了明白，知道他讲的什么。我们现在如果人多一点呢，讲的话彼此讲哇啦哇啦讲的这个很乱了，那么讲的什么话也听不清楚了。可是他这个耳根很利啊，因为他有这个清净耳根呢，不管你多少人在讲的话啊，他都能够分别清楚，都能了解，而又是不着啊。又闻诸天声，天上的天人所出的声音也能听得了解，这是天耳了。微妙之歌音，天上天人所有的歌声他照样能够听到。即闻男女声啊，无论是天上人间男的女的啊，遇见天上的天人照样有男女啊，所出的构成音声他都能够知道，都能分辨。童子童女声，就是这个小孩子呢啊，小孩子无论男女出的声音他都能够听到。上面都是友情的声音，山川险谷中，上面是讲的人道众生，下面说是畜生道众生。嘉陵频切声，嘉陵频切鸟的名字啊，嘉陵频切就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妙声，微妙的声音。因为这种鸟据说呀，它还没有出蛋壳，要出来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就是很响亮啊，那么因此比佛说法的声音呢，常常拿这个嘉陵频切的声音来比佛说法的声音，所以楞严经说嘉陵仙音遍十方界啊，嘉陵是嘉陵频切，那么当然说嘉陵频切比佛的声音还不够，加一个仙啊，加一个仙人的声音配合起来啊，还是没有办法表达佛的声音，只是以这个声音来比佛啊，最熟身。命命等诸鸟，命命就是共命鸟啦，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共命之鸟啊。什么叫做共命之鸟啊？这种鸟很奇怪的，共一个身体，两个头，身体是共一个，它头是两个，头两个，共一个抱体呀、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这个。一个身体里面两个头，就是两个姿势，两个事，就是两只鸟共一个身体有两个头，所以叫做共命之鸟，共一个身体共一个生命啊、所以叫做命命。那么阿弥陀经就叫做共命之鸟啊、等者等于其他各种的鸟了，百合孔雀啊、鹦鹉舍利，所有的鸟统统包含在里面。新闻体音声，这些鸟的声音通通都能听到。地狱众苦声，地狱道的众生出的声音都是慨叹啦、痛苦啊、吼叫的声音啊、都能听到。所以叫做种种苦毒声，苦楚
除是苦啊，毒就是毒害啊，受伤害啊，那种的痛苦的声音表达出来，他都能够闻到。恶鬼即刻破，即刻破，求色饮食声。恶鬼就是鬼道的众生之一了。本来鬼道啊，它有36部，还有9品的分别啊。那么有财是多财少财无财啊。那么这个鬼道众生种类很多，36类当中，恶鬼只是其中一种，其中一种啊。那么这种鬼啊，它没有东西吃，一天到晚呢、啊、肚子很饿啊，所以称它叫做恶鬼。例如一般这个做中原啊，这个浇面大师那个浇面大师的那个样子啊，就是恶鬼的样子，真猴骨夫，他这个肚子很大，好像大骨一样，而喉咙很小那么要吃东西咽下去的那个喉咙啊，食道好像那个针，好像的我们做衣服的针那么小，所以看到东西很想吃，肚子很饿，可吃不下去，所以他这个饥火燃烧，肚子里面饿的这个发出火来了，吃的东西到他嘴里啊都被火烧焦了，所以就是恶鬼。因为这个饥又渴，没有水喝，看到水都变成火，不能吃，逼迫的他非常的痛苦啊，求受饮食声，他要求饮食，求不到，得不到。那么那种痛苦的声音，有一部经叫做《鬼问木莲经》，就是鬼问这个木莲尊者，因为木莲是神通第一啊，木建莲，木建莲的神通第一，他有一天他到王舍城要去托钵，进城门的时候啊，城门边看到一个小鬼，小恶鬼啊。那么在城门边呢、啊、很痛苦的在哪等候。那么木莲尊者他是神通第一啦，那么以他天眼看到这个恶鬼子啊，这个城门边，那么木建莲就是用他的神通问这个恶鬼子啊，他说你在这里等谁呀、啊、他说我等我的母亲啊，去找吃的东西给我。他说你的母亲到哪里去找啊？他说进城去了，到城里面去找了。他说去多久了？他说多久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城门边等啊，这个王舍城的城墙啊倒下来坏掉了，再修，修了又倒，这样子经过7次了，我在这里等啊，我的母亲还没出来啊。那你想想这个城门你不要说是多久吧，100年好了，100年7次就是700年了。他等他的母亲给他找东西吃，等了700年还没等到，这是假定的时间，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长啊。那么他等那么久都没有东西吃，你看多饿啊，有多痛苦啊。所以这个恶鬼的苦恼那真是可怕的啊。所以求受饮食的那一种声音听起来使人很难过。诸阿修罗等，阿修罗就是6道3善道之一啦，天人阿修罗啊。那么这是飞天，他有天福而没有天威，居在大海边，阿修罗住在大海之边，自供言语时出于大音声，阿修罗他们也说话了，说话说的声音很大了，很响亮，那么这个耳根清净的人都能听到这个阿修罗讲话，如是说法者，安住于此间，遥闻是众生而不坏耳根。如是指上面种种声音，说法者，说法就是指这个5种法师的随便举一种，就是前面所说的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5种法师当中，这个说法就是解说，讲经说法给人听的，就是5种法师之一。那么前面包含受持、读诵，后边包含书写。那么由这个5种法师修行，经过5品得到6根清净的人，安住于这个世间上，遥远的闻到各种的声音，遥闻是众生，是指前面列出来的各种声音，纵然听到了，对耳根不会有所损坏，说而不坏耳根，
十方世界中禽兽冥相符，其说法之人亦是其文字。不但是这个世界的声音能听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世界当中的禽兽畜生道众生鸣，有叫啊，比如说鸟叫啦、兽类叫啊，这个声音啊，彼此互相啊呼应的那种声音，他都能听到啊。说法之人就是五种法师之一啊，那么里面也包含受持读诵跟这个书写。那么依法修五种法师的这修行的人，在这个地方都能闻到十方世界各种声音。其诸梵天上光音即遍尽，乃至有顶天源于知音声，法师住于此世界的文字，这是听到天上的声音，而且能听到色界天的声音。梵天就大梵天王啊，色界初禅天、梵众天、梵普夫天、大梵天，这个初禅三天所有的声音。光音是二禅天，二禅有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的二禅第三天，二禅的第三天啊。即遍尽是三禅天，三禅的第三天。三禅叫做少尽天、无量尽天、遍尽天，这是三禅的天名啊。光阴即遍尽，梵天是诸禅，光阴天是二禅，遍尽是三禅啊。乃至有顶天，有顶是色界最顶天摩西首罗天，四禅三天，再往上有这个无想天，外道所生的无想天，再往上有五净居天，三国圣人所住的，那么一直到这个摩西首罗天叫做有顶，就色界最顶的那一层天。那么色界天以下所有的声音都能听到，所以说源于知音声，这些天人所出的声音啊、法师住于此世界等文字，这五种法师住在这个世间上，那么天上的声音他都能听到，这就是天儿啊。一切比丘众及诸比丘尼若读诵经典，若误以他人说，法师住于此世界等文字，这是说佛的弟子啊、出家众的比丘众、比丘尼众，无论是他是读经啊，这个研究教理呀、或者是讲给人听啊，若为他人说，就讲说，那么这些声音，法师住在这个地方，就五种法师啊，他都能够听到，就是得到耳根清净啊，都能闻到这些声音。佛有诸菩萨读诵于经法，若为他人说，显即解其意。于是诸音声细节的文字，大圣菩萨道正在用功修行的菩萨，自行发达的菩萨，无论他是读经诵经啊、那么在佛所说的法当中啊，或者是讲说给人听，若为他人说，显即解其意，就是写著作，例如说菩萨造论解释经典啊，显即解义啊。那么这些声音啊，甚至他在写的表现本来没有声音，他都能够了知，那这是天耳里面呢有天眼之用，天耳有天眼用，有见的用啊，所以才能见到他写作的这个表现，通通都能闻到。那么这里不但是天耳，也包含天眼了啊、是耳中有眼用啊。诸佛大圣尊教化众生者，于诸大会中言说微妙法，持此法华者细节的文字，这是闻到佛说法的声音。佛为大圣啊，世诸世间最为尊贵，那么他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在大会说法啊，说微妙的法音，那么这个受持法华经的人都能听到。持此法华者就是五种法师啊，他都能听到这些声音。三千大千界内外诸音声，下至阿鼻于，上至有顶天，皆闻其音声而不坏耳根，
总而言之，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内外一切声音，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油顶的色界天最高的天，所有的声音啊，上下内外一切声音，通通都能闻到啊。那么闻到又不会伤害到耳根啊，所以皆不坏耳根。为什么能够听到呢？其耳聪力故，他的耳根最聪明，最力根。因为他得到耳根清净，所以能够闻五种的这个十法界声音都能听到，所以性能分别知，不是听到而已，又能知道它的内容啊，又不执着。持是法华者，虽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功德亦如是。受持法华经的五种法师啊，经过五品的功夫之后，得到六根清净。虽然还没有得到天耳，就是由这个父母所生的耳根呢，就能具备上面所说的种种功能的用，所以功德已如是，如是指上文，前面所说的一切功德，那么这个得到六根清净的人，他的耳根都能听到，这是耳根清净。下面第三，鼻根清净。六根当中鼻根的文字最多，说得最详细。为什么鼻根的文字说得最多最详细呢？因为我们人啊，六根当中啊，用途最劣最差的就是鼻根。各位想想看，我们这个身体眼睛能看各种物品啊，要看东西样样能看到，所以眼的功用很大。耳朵能听众声，所以这个耳的功用也很大。身体它能造作一切，也还相当大的功用。异地当然不用说了。那么就是鼻子跟舌头这两种的功用最小，可是舌头它要吃东西滋味，一方面它还能说法，那么功用比鼻子要大。那么这个鼻子有什么功用啊？只有一种，呼吸喘气。这鼻子的功用最少，只有呼吸而已，其他没有功用啊。所以它的功用最劣最差。那么这里说的最详细，就显示它的功用啊跟其他的五根是平等的啊。得到六根清净的人，他的鼻子功用具备其他五根的功用，所以说的特别详细。鼻子的功用虽然最简单最少最劣，可是你想想，一个人如果没有鼻子行吗？没有呼吸他还能够生活吗？啊，从出世之后就是靠着这个鼻子呼吸，等到这个呼吸停了，也就呜呼哀哉了，要上香了啊。所以可见这个鼻子啊，它的用途是最劣最差，只有一种的用途而已，可是它的功能啊是很大的啊。其他五根的作用啊都靠鼻子，没有鼻子，假如一个人鼻子都不起作用了，其他他还能够作用吗？如果鼻子没有风了，没有呼吸了，眼睛还能看吗？耳根还能听吗？那么其他的都不起功用，所以这个鼻子看起来啊是最劣最差，功用最少，可是它对这个身体的支持啊，这个相续的功用啊都发得最大啊。那么因此这个对鼻子的功用啊说得最详细了。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鼻子的功德。福赐常精进，还是对常精进菩萨说，还有话要说，所以叫做福赐了啊。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四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五种法师不用讲说了啊，成就八百比功德。这个八百功德前面讲过了，下面就是分别这个比的功德的这个功用。于是清净比根，得到比根清净的人啊，就是六根清净了。这个比根的圣用下面加以分别，我于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种种诸相。先说鼻子本身的功用，它能闻到三千大千世界种种啊这个香味。
那么什么香呢？下面列出部分香来。须曼那花香，花就是花啊，就是花。须曼那是花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叫做善称意，善称意啊，很好的花。他人任何人闻到这个花的香啊，他觉得心里很开朗，很欢喜，所以这个叫做须曼那。蟹蹄花香，蟹蹄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金钱，金钱金子啊，啊，叫做金钱花，也是很香的。茉莉花香，大家都知道了，茉莉花，占卜花香，占卜。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黄花，黄色的，小小的黄花，可是很香，菠萝罗花香，菠萝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熏花，熏，香熏，熏衣服的那个熏，熏花，它这个花可以拿来做熏香用的，所以叫做熏花，菠萝罗。赤莲花香，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这都可以知道的，就是莲花的颜色不同，吃的就是红的啊，青的，白的。花寿香，葛寿香，花寿就是花寿啊，就是寿上开的花，专开花的寿，例如这个寿牡丹之类啊，桂花之类，它都是寿上开花的啊，是专开花的，不结果的。果寿香，结果的。会有结果的，例如寿果、桃子、梨子之类啊。可是它的花园有香，尤其像这个杏花啊，还有这个有许多果树的花呀，都有香味的。旃檀香、沉水香啊，这都是这个世间的香的香木出的这个香。说到这里，我以前曾讲过的故事啊，这里再提出来再讲。我从前不是说过，有一个老太太平常读诵《法华经》，有个侍候她的女孩子，听到她读诵《法华经》，就是听到这个地方，听到这个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花寿香、葛寿香，她端茶进去，她念经的地方啊，她只听到这四句，这是宋朝人，宋朝，赵宋。宋朝弘化地方啊，有一个赵母，姓赵的啊，赵母啊。那么这个姓赵人的母亲啊，年纪大了啊，他平常都是在佛前呢、啊，家里有个佛堂，平常都是读诵《法华经》。他是家庭环境很好的，有伺候他的女孩子。那么他正在读诵《法华经》，就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的侍女啊，就送茶给他，送进去给他用了。那么送茶进到佛堂，正好听到这个老太太啊，赵老太太在哪念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花寿香、果寿香，她只记得这四句，其他的记不得，只记得这四句。这个是你，她心里这样想，她一天到晚跪在佛前念法华经啊，那么既然有这么好的功德，那我只记得这四句，我就念这四句吧。那么他一空下来没事啊，一天到晚就在青莲花香、百莲花香、花寿香、葛寿香，一天到晚都在念啊。那么后来过了几年呢，这个侍女生病突然死掉了，死掉以后啊，土葬埋在地下呀，过了七天之后啊，这个他这个埋他的地方的上端呢、啊，长出一颗青莲花，青色的莲花，陆地莲花，这是很奇妙的啊！这个莲花长出来只开一朵莲花，很香很香啊！那么大家觉得很奇怪啊，就把它挖开来看看，看这个莲花从哪里出来啊？一直挖，一直挖，挖到这个棺木啊！那么原来这个莲花就从这个侍女的嘴巴里长出来，从她的这个死尸的嘴巴里长出来的一颗莲花。他一生只是念这个青莲花香、百莲花香啊、法寿香、葛寿香，就得到这么一个啊，死掉之后有这么一个很奇异的瑞相的表现，可见这个女孩子啊，她以后的生处必定是很好的啊。虽然是没有人知道，凭这一点就很不容易。那么普通一般人哪有这种的表现呢？所以他死掉之后，在棺木里面从嘴巴会长出这个青莲花来啊，是很特殊的。这记载在这个《法华经·慈艳记》，《
法华经实验记里面有的。这就是念到这里，他听到了，经常念，得到这殊胜功用，所以法华经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那么这也不是能够表达开示无漏佛智之见，这也不能表达诸法实相之一啊。那么只说是这个花香它就有这么大的功用。不过您能够深入去观察的话，这个莲花就是法华经的题目，妙法莲华经就是法华经的题目的比喻。那么这莲花是花果同时，就是比法华经开权显实，开机显本，这纵然是只是青莲花香、白莲花香，那么里面也就可以包含法华经的诸法实相，开示无漏佛智之见的道理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呢。所以他持念呢有这么大的功德。旃檀沉水不用说，旃檀就是檀香木啊，牛头旃檀啊，沉水就是沉水香，就是这个普通一般木头放到水里啊都不会沉下去，浮在上面。只有这个沉水的香木啊，你放在水上啊，它必定会沉下去，所以叫做沉水香。假如你买沉香的时候，你要测验它是不是真的，你用一碗水测验就可以知道。你把那个沉香片放在这个水上，它能够沉下去的就是真的，假如放在水上它浮起来的那是假的啊。这是就是可以实验，只有这个沉香木啊放到水里啊，它自己可以啊会沉下去，所以叫做沉香，沉到水里面去，所以叫做沉水香。多摩罗跋香，多摩罗跋也是印度话，这个翻成中国话叫做性无垢，清净的意思呢。这种香很清净而无垢然，所以叫做性无垢香。多切罗香，多切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木啊，多切罗就是木香，多切罗香就是木香啊。几千万种火香啊，很多种香啊，把它混合起来制成香的，叫做千万种火香。种种香去活起来的。那么这些火香怎么做呢？研成粉末、肉末，研成粉末就是香末，肉丸做成丸，就是这个香丸也是用火去烧，它会出香味的。肉涂香，涂香是香膏，做成香膏可以涂在这个佛殿上，或者是佛前表示供养。持是今者于此间住啊，心能分别，受持法华经的人住在这个地方都能分别这些香味。又服别之众生之香，也能分别众生的身香就是象香、马香、牛羊等香。这些动物哪里有香味啊？这个香啊，你只把它看作气味好了，不一定是香味了，臭味也会包含在里面了因为这个味道不是香的就是臭的不过这里说香啊，有它特殊的意思的。我们平常闻到那些动物啊出的香都是臭的，出的味道是臭的，不会香的。但是它比根清净的人呢，他闻到的就是臭味也变成香的，臭的也变成香的，所以说成香象香、马香、牛羊等香，本来牛羊没有香味，可是在它的清净鼻根呢、也能闻到香味。男香、女香、童子香、童女香，这个意思跟前面一样的不过人参有的时候也会有香味的即草木丛林香，植物类的香味，草啊、木头啊、丛林啊，所有的香味都能闻到。若近若远，所有诸香细节的闻，无论是近的香远的香通通都能闻到，闻到而且分别不错，分别不错，什么香它都能够分别得出，种种香味它闻到的它都能够分别得出来。此是今者虽住于此，一闻天上诸天之香，他受持法华经的人虽然在这个人间上，可是也能闻到天上的种种香。天上什么香啊？波利智多罗，波利智多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缘生兽。
这是桃李天地势天王的花园里面的一种兽啊，他们会出很香的味道啊。波利之多罗是地势天王的原生兽，巨臂陀螺，巨臂陀螺翻成中国话叫做大游戏兽，大游戏兽就是天人游戏的公园里面出的香味，那个兽魔出的香味啊，叫做巨臂陀螺兽。这是兽魔出的香味，是天上的兽魔啊出的香味。即曼陀罗花香，摩诃曼陀罗花香，曼殊沙花香，摩诃曼殊沙花香。曼陀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十意，十和人的心意。曼殊沙翻成中国话叫做柔软，柔软花。摩诃是大。曼陀罗是普通的，摩诃曼陀罗是大大的这个十亿方，曼殊沙是普通的柔软花，摩诃曼殊沙是大柔软花。这些香味都能闻到，旃檀、沉水、种种木香、诸杂花香，那么种种的香，如是等天香，这是说天上这些香味。活火所出之香，天上种种活火香无不闻之，闻了通通都能知道。又闻诸天生香，天人的身份当然有香的了诸天所出的身上的香都能闻到。世提凡言在圣天上，五欲欲落游戏时香，天上的天人游戏的香。世提凡言就是桃李天的第十天王了，地势天王在圣殿上，圣是俗身，他的宝殿上在哪里受五欲乐游戏的那个时候，所有散发出来的香味都能闻到。若在妙法堂上为桃李诸天说法施香，地势天王也说法的他是菩萨继位，所以他经常说般若那么他在桃李天呢有一个善法堂，妙法堂就是善法堂，得这个说法的讲堂了。他这个在妙法堂的讲堂上说法的时候，也会有种种的香那么这个香味也能闻到。若以诸缘游戏时香，或者是各种的缘缘愿里游戏的那种香味即以天丹男女生香，天上的天男天女所出的各种生香细节遥闻，遥是远呐，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这个香。柔是辗转乃至梵世，上至油顶，一直到色界天，到油顶天，所有的天诸天生香，异界闻之，这些天香都能闻到，并闻诸天所烧之香，天上的天人所有的烧香照样闻到。上面都是天香。再往下是说的这个四圣圣人的香，即声闻香鼻子佛香、菩萨香、诸佛身香，一皆遥闻四圣圣者之香。出世间圣人借香熏修，功德庄严，当然是有香了，这个不用说的所以四圣圣者的香味虽然很遥远的地方，他照样能够闻到，这就显示他的这个鼻根呢是五种圣用都具备，知其所在，而且闻到这个香知道他在哪里，这有他心的功用了，鼻子就有他心的功用知道这个声闻啦、鼻子佛呀、菩萨佛他现在在哪里，他闻香就知道。虽闻此香，然以鼻根不坏不错，纵然闻到这些香味他能分辨，但是对于鼻根呢不会损坏，而且闻的味道他分辨出来也不会错误若欲分别为他人说，意念不明如果他又分别出来我闻到什么样的香那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么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子出来的，他都能够分别说得清楚，讲给人听，那么他心里的意念记得的都不会有错谬，谬是错误了，不谬就是没有错误，他能够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常闻
笔根清净的长文的意义啊，这个文字最多。实际上里面呢，虽然说是笔根闻香的圣用，里面就包含了身啊，这个六根的圣用都包含在里面的啊。例如说能分别，这是一根的圣用啊，它能够感触到这个五种种的这个欲境的表现啊，它就有生根的作用啊。那么它能够知道它的说法的法音，那么这里也包含有十根的声音啊。能够知道它的什么样的物品出的什么声音，这都包含眼根、鼻根的耳根的声音在里面。所以鼻根包含其他五根的声音，所以对于鼻根说的最详细。那么这是长文，还没有那么细。后边的这个句诵啊，句诵说得更详细了啊。那么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句诵啊就留下一节课再讲了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方朝忠老师教授，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请提早报名。报名电话06271-6616，06271-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诚征义工，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地点南投县草屯镇振兴街70号。我们谈到了佛法中有关世夫的定义，也就是何为真正的大丈夫、堪能之人。同时也提到这里的能特别指的是心灵上的一种能力，所以世夫尤其指代的是那些已经舍弃了今生只为后世而打算的修行者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誓愿在无尽的岁月当中呢，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无论是论其心力、愿力还是魄力都是下世夫和众世夫望尘莫及的，所以呢这些人被称为上世夫。由此呢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三世夫被分为三等其实是将他们相互对比之后归纳出来的三种修行者。所以说这三者之间呢，不仅从心量、目标和修行方法的角度来看，有高低之分、远近之别，而且呢，这三者之间呢，也有一种逐步递进一者又比另一者更加殊胜的一种层次分别。总的来说呢就是通过这三句颂词，我们可以粗略的总结一下这三世夫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共点。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已经完全放下了今生，所作所为都全是为后世筹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们都是修行者，而且是远见之人。那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又是什么呢？分别就在就是这个差异呢，就是分别在于他们的这种目标不同，追求的层次不同，要筹谋的后世远近不同。所以也令他们的这种修行方法全然不同。所以求和解把所有为来世而活的修行道路总结在了这三大类型里面，而走在这三条道路上的人呢，就是三世夫。可以说所有的这个修行道路都完全被归纳其中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经里教授的所有内容都完全涵盖在这三世夫的修行方法里面了。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所有对精神世界有追求的人，或者说修行人，他们的目标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用佛法的术语来说的话呢，叫做增上生和决定胜。增上生简单来讲，就是以追求人天安乐为目标的活法。比方说啊，有些人希望能够往生天堂，也有的人希望下辈子能够生在一处有钱人家，或者名门望族。不管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属于就是人天的安乐。所以呢，夏师父所追求的就是所谓增上生的目标。这里的问题在于，无论来世投生的多么让人就是羡慕不已，说到底呢，都还是在轮回当中啊打转。既然有朝一日能够升天，那就有朝一日呢会让人叫苦连连。就好比电梯一样，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不断的升降。可就是啊，绕不出这个圈圈。所以说，这个夏师傅的这个目标并没有逃出升天，因为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痛苦的问题。相对而言的话呢，决定胜就是不会继续在轮回里面啊流转了，打算要从轮回中彻底解脱出来，所以称之为永久的安乐。决定性的胜利，也就是决定胜。那么决定胜又可以分为两种，解脱和辨知果位。解脱在这里是什么呢？比如说声闻独觉的这种只追求自己解脱的果位，就是这里所谓的解脱。而辨知果位就是佛果，也就是大乘果位。所以呢，在佛经当中说，人们追求的目标总的来说有三种。想要获得增上生的就是夏师傅，想要得到决定胜中自取解脱的就是中师傅，想要证得辨知果位的就是上师傅。所以呢，师傅呢不多不少，就这样被分成了三类。也就是说，所有为来世而奋斗的修行者们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Thank you.
水永长流，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正式上课之前呢，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啊，听清楚，同情心跟悲心一不一样？哦，不一样。好，那同情心跟悲心，既然你们说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同情心，好，那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同情心跟同理心一不一样？哦，好，那哪里不一样？啊，对，有人讲到重点，悲心有拔苦的那个成分在里面。好，那同情心，刚才各位说同情心跟悲心不一样，那既然你们说悲心是有拔苦的一个用意，那同情心呢？怜悯哦，那怜悯心跟悲心一样吗？哦，那又不一样。那怜悯心跟悲心，不要说那个怜悯心，那悲心跟悲悯心也不一样。好像在玩什么文字游戏。有人说一样，有人说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以文词的内容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判的话，刚才你们说同情心跟悲心不一样，没错，是不一样。那各位也可以大概点到悲心有拔苦的一个意味，那也对。那同情心难道就没有拔苦吗？差不多，有一些人答案已经是差不多已经接近了。这个同情心呢，也就是同理心，同情心就是同理心，这两个一样。那什么东西叫做同情心呢？也就是相同的情感，相同的情感，也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受苦，我们能不能感同身受？可以，可以感同身受。这种感同身受大部分就是属于同情心或者同理心，也就是当我们去看护病人，或者是说看到有一些情况对方在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一种于心不忍，那这种同情心或者同理心大概就是我感受到对方的那个痛苦，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想说把对方的痛苦呢解除掉，就是没有进一步的想要解决对方的痛苦。那刚才各位也提到说，悲是什么？拔苦，对。它这里面极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悲它有拔苦，就是看到众生受苦，除了有同理心之外，同时进一步的想要去解决，进一步的解决对方的痛苦的问题，这个叫悲心。所以拔苦，拔苦，就把对方的痛苦的问题呢解决掉，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因为36种因缘而升起的悲心，这个部分就是在谈这个。如果说我们今天这36种悲心谈完之后，我们听完的感受是我知道他们很痛苦，但是我没有想进一步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那不叫悲心。那这个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开宗明义的时候一开始要把同理心、同情心跟悲心把它做一个区分，虽然还没有讲完，但是要先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在看这些文词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望文生静。望文生静，为什么望文生静？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文字上啊，我们现在就直接从十四页我们上一堂课所谈到的部分接续下去好了哈，直接的跟大家讲。我们上一堂课谈到的是在第八个讲完，接下来讲第九个在倒数第六行后半段。倒数第六行后半段，又见众生，堕生有界。只要看到有，大家要想到哪一种有？对，看到有的时候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也就是在三界当中呢，有欲界、色界、无色界。用有来代替什么？代替有烦恼、有生死轮回。所以这个有呢，同时还包括有无明，我只是说有贪爱种种，那个都是算是有，因为这是跟三界内的因缘结合在一起的，这个部分都是属于算是有。好，那刚才说又见众生堕生三界，为什么刚才提到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望闻声静？为什么不是生意？现在不是要让大家了解意思，是现在要让大家去感同身受。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三界内？有没有人在三界外？没有吗？哦，还要应该将来是要出三界，大家以后都要在三界外。那我们现在都是自己都一样，都是在三界内，我们自己也在里面哦。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现在不太舒服？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是因为现在没有病的压迫，现在没有那个老到让你身体不舒服的那个压迫，所以苦必须要有压迫性，你才会觉得苦。如果没有逼迫的话，我们不会觉得苦。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感受到苦的存在，是要有一个具体的压迫，我们才会感受到苦。但是我们现在很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往往在健康的情况下，我们感受不到苦的逼迫。这个是我们最麻烦的地方。为什么说麻烦呢？如果说我们今天感冒，我们有没有那个苦逼迫的感受？还好，哦，那有消化斑皮。你如果肚子痛疼痛，有些人可以忍啊。但是佛法对苦地的观察，对苦的观察，你不能用身体上的感受跟心里面的感受，这时候才感受到苦的存在，不能用这种方式哦。如果说一旦我们用身体的感受或者心里面的压迫，才感受到有具体的那个苦的逼迫的，这样子我们不太会精进。所以我们现在在修道上，我们有一种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有一种稍微看到人家往生了，
好，或者是说看到人家那个不自在的，或者是看到人家病了，然后对我们自己有一种警觉，有一种产生一种推动我们用功的那个那种动力的。比方说家里面有人生病，或者是说你旁边有人，不要说你们旁边啊，就举我们出家众来讲好了，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参或者是师兄弟，有一些人往生嘛，那往生的那段期间呢，大家就会比较用功一点。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人往生之后，大家会稍微用功一点？你们能不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吗？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具体的无常在旁边发生，所以这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当然，我去买哪不会的，那一塞。”啊，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那个什么，七七过完之后就过了。有些人还不用等到七七啊，有些人还觉得说啊，做那个怎么那么久，七七还没有做完。所以师父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我们只有一定要非等到说我们的身体的苦逼迫性存在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身心感受到具体的苦恼，我们才会想要说我要怎么去做一些功课，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去精进一下。这个是我们最容易被动或者懈怠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说等到老病在催促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才加紧脚步，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会有一点为时已晚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只有看到文字然后不起作用，我们必须要把文字当成是一种观想，在我们的生活上它要能够产生我们对悲心的一种实际上的一种提升。否则我们在读这些经典，我们读完之后又见众生堕生有界受诸苦恼，我们自己也堕生有界啊，我们自己也受诸苦恼啊。但是当后面这句话在讲的时候，我们这样子问好了，我们现在是不是堕生有界？那现在各位有没有受诸苦恼？有没有受诸苦恼？你搞我骗！你真的发自于内心说，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痛苦。你有那个勇气可以举手吗？你面对大家跟大众说，跟大众告白说，师父真的我觉得吼，有够艰苦的，有吗？没有嘛，疯的才这样，开玩笑，不是疯的。我们的对无常的觉受，我们不会这么强烈的反应，我们不会观察到这么深细的地方。虽然我们知道意识，知道道理，旁边的人也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那个警觉作用呢，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我们在修道上呢，就会变成是。偶尔就是火烧诶，丢几根木头下去让火烧一下，然后那个火快要熄掉的时候，或者已经火熄掉了，然后再赶快再生火。我们经常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说当我们看到这种文字的时候，不能只有望文生义，是要具体的产生一种境界出来，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说只有在文字上看得知道我一直懂了，整篇的经文都懂了，但是结果真正有没有发起悲心？没有啊，就只有同理心，只有同情心。那更可怜的就是读完之后，看完这些经典之后，里面的内容啊意思啊都知道了，好，
结果连同情心、同理心都没有，那就白忙一场了呢。哦，所以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是不是在强调我们读完这些东西，读完这些经文，是实际上要让我们升起有一种，我看到的确实就是世尊在描述的情况，是世尊亲眼所看到的这一切，把这样子很具体的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旁边，我们是真的要升起悲心，而且要有从同情心再进一步的提升到悲心，从悲心再进一步的再提升到大悲心，这是有一个次第啊。哦，那为什么悲心跟大悲心会不一样呢？后面这个整个讲完之后会再跟各位说明。好，我们回到经文。那又见众生呢，堕身有界，这个堕呢就是一种不好的环境，哦，退堕啦，或者是堕落啦，都是一种不太好的一种形容。那既然是在三界当中呢，受诸苦恼，这苦恼呢就是痛苦，还有逼恼，所以从痛苦当中或者逼恼里面呢，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身体的，一种是心理的。那回到刚才所讲的，我们现在有没有感受到心理有什么情绪的一个不舒服？除非你现在有的话，除非你被我骂了，除非你们被师父骂，更加发生一些不愉快的语言，那这时候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点苦恼。否则的话，当各位坐在这里，有没有觉得说心情不好？不会啊，是啊。所以有没有感到苦恼？没有。有没有感到痛苦？没有。那佛陀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就像佛陀讲的意思相反，是不是说苦当知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苦当知嘛。我们现在知不知？我们就算知，但是没感觉。等到我们有感觉的时候，不能感觉太强烈了，或者是感觉在别人的身上，我们都还有心力可以提起来用功。如果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感受太痛苦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招架，一般是没有办法招架。那除非说自己的心力很坚强，求生意志或者自己的道心很坚强，否则一般我们遇到比较重大的一些疼痛，我们大概就不太能够集中精神做功课。那这个将来大家都有机会可以遇得到。师父现在师父讲一讲，将来师父可能遇到的痛苦会比各位多，也不一定。哦，那这个就看看喽，这就看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机会，但是有一些人他没有遇到痛苦的机会，他没有遇到痛苦呢，他就直接从老或者直接从生就跳到死。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不管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还是在别人的身上，反正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想象说，就算我今年没有受苦，但是有其他的众生受苦。所以呢，看到这种情况，同时再反观一下，这些众生呢，虽然受到痛苦，但是由故乐着。由故乐着的意思就是依然故我，乐在其中。依然故我，乐在其中。所以我们是不是像里面所讲的这句话一样？是啊，我们也是乐在其中嘛。我们虽然知道说《法华经》里面讲三界如火宅，但是我们在那个火堆里面，我们被蒸煮，但是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不自在，太多的苦恼，我们不会觉得啊。所以当世尊在形容三界的时候，三界如牢狱啦，三界如火宅啦，三界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讲出来，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世尊这样讲的那种同理心，我们连同理心都没有，我们感觉不到世尊讲这句话的那种。师尊讲这句话，我怎么感觉不到？真的好像很痛苦呢。所以，一个圣者，或者是说一个真圣在用心下功夫修道的人，他看到的那个苦逼迫的那个状况，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苦逼迫的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像前几天有一个师姐，她问我，问师父说。师父，我要怎么转女成男？怎么转女成男？他为什么现在重点不是你们去想说是谁问的呢？你们不用去想说，谁？那不是重点。你们也不用私底下去打听了。现在重点是，师父要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个师姐她会这样子问？因为他觉得当女众不自在，逼迫，他觉得当女众痛苦。从这句话当中，是不是在问各位在座的女众，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当女众比较辛苦？是啊，你看，有些人都觉得会，有些人觉得不会。所以我们现在的感受就好像是圣者跟我们现在凡夫心情一样，圣者他会觉得说你们这样子很辛苦，但是我们觉得还好，不怪我们做凡夫，就是我们都一直感觉说还好，我们还好的日子不多了啦。我们没有剩下太多还好的日子啊，接下来可能都是越来越不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因为你是不是在看这些语言文字啊，看起来会觉得说，师尊讲这些话不会没有道理，也不会说啊轻财公公，但是为什么人家佛菩萨可以讲出这一种话，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感受不深？为什么我们感受不深？众生很痛苦啊！是啊，众生很痛苦啊。然后呢？然后佛菩萨也跟我们说：“啊，你也很痛苦呢。”我说：“我怎么还好啊？”有的时候是跟有一些居士讲话的时候也是一样。师父会从局外人，或者是说，不要说局外人了，就是从过来人的经验跟对方讲，所谓的过来人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样本，那看到这些样本呢，会跟对方讲这样子怎么样，会跟对方讲给他听，对方他听完之后，他跟师父的回应就是，但是我觉得还好啊，就是这样，那你觉得还好，那就好了啊。等到你发出求救信函的时候，那时候都已经，你已经不好了。那这时候，当你发出求救信函说不好的时候啊，其实能够帮你的人，第一个不在，第二个，你也没有心情可以听。是不是遇到过好几个？我们这样子跟他讲，一件很单纯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是一件极为难懂的事。我们这样跟他讲，他就围绕在他的一个担心的事情，已经把答案跟他很明确的说了，但是他听不进去，他没有办法释怀。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众生实在是很难，很难讲的，你知道？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们真的也真的像经典讲的，真的是刚强难调啊，讲不听，实在是讲不听。所以后面这句话说，我们看到众生这样子受苦啊，但是这些众生呢，依然都在其中，
我们虽然跟他说，但是他还是体会不到。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尽可能的去感受一下圣者他们在跟我们说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提醒我们，哦，在关心我们。好，那看到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没有能耐，我们没有能力进一步的去跟对方有一种具体的跟他引导，所以由这个地方升起悲心，希望让他能够明白清楚，真的事情就是这样了，这个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不要在里面耽搁太久。就好像以前哦，现在师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让大家知道。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了哈，就还没有学佛跟学佛之后的，比方说有一些学佛前会吃喝玩乐嘛，比方说去 KTV 啦、唱歌啦、喝酒啦，这样子的一个娱乐是不是很开心？是嘛？以前是啊，以前没有学佛就是啊。但是现在学了佛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说去 KTV 唱歌喝酒很辛苦？会不会？还是你们现在一样觉得很开心？没有啊，现在师父问你也不敢承认，我也知道。哎，你老岁人，你去要创啊？你去唱无相战啊？你老岁你家家是去唱卡拉 OK 呢？过着，现在是不是要比较的地方就是说，以前我们不以为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学了佛之后，我们知道说那一个还真的是辛苦。有没有进步？有啊，有进步啊。以前会觉得说大鱼大肉这样子畅饮啊，跟大家无所不欢无所不谈，会不会觉得很开心？会啊。满桌的那个什么山珍海味，吃起来大家很开心啊，然后再配什么东西，也是很愉快啊。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你坐那一桌，我坐这一桌，我们看到那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替他感到开心？我们替他感到担心。那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自己只怕吃不到。啊，人吃的啊，咱哪会无钱通吃的？我们只心里面只会觉得说，哦，我怎么吃不起，人家怎么吃得起？哦，那时候只会怨叹自己钱太少。但是现在学了佛之后，看到那种场合，你会不会觉得说啊，哇，那个哦，好开心哦，好愉快哦？不会，所以还是有一点进步。但是我们现在从这个阶段进入到这个阶段，但是再从这个阶段要再进入圣贤所感受的那个阶段，我们可能还要再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现在都还会有一种其他一种色身香味触的娱乐，然后稍微取代一下我们过去的那个娱乐。是不是这样讲的意思？大家明白吗？用现在的娱乐去取代学佛前的娱乐，虽然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已经是没有那种习气，或者是说已经远离了，但是我们还是保有那种对色身香味触的那种追逐的娱乐，所以我们还是一样不以为苦，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往上提升一下。那怎么提升？从这里面的文字去刺激自己的悲心。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容易更具体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从多媒体当中，从各式各样的一些新闻媒体当中，可以眼睁睁的看到活生生的一些现象。比方说我们有以前都会传有一些人啊，都会传一些什么众生被杀害的一些影片啊，那个活生生的就是丢下去，然后水烫啊，然后拔毛啊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影片，我们会觉得说于心不忍嘛。
那其实现在佛菩萨在看待我们也是一样，三界如火灾呢，我们现在也在被蒸煮当中呢，我们都快要熟了，差不多了啊，啊，所以这种看待的一种心情，我们尽可能的去告诉自己啊，怎么样从这里面36种当中呢，去取一样，然后让自己可以增上，可以真的是让自己打从内心里面发起的一种，对方有痛苦，我想尽办法要解决他的问题，要有这种心情。菩萨就是这样，佛陀当初出家的时候也是这样，世尊出家之后挨饿受冻，忍受这种身心的那种疲劳的那种摧残或者痛苦，也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啊。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心情应该就是要类似这样，对方在痛苦，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的想办法要解决对方的问题？这里面36种心，只要其中有一件事情可以激发出我们的这种用心的话，那一个就够了。为什么这样子讲？之前师父上课的时候不是有跟各位提到吗？世尊在今生出家的时候看到的画面大概只有两种，就看到两种，一种就是耕田的时候看到那些众生被翻起来之后被其他的一些那个鸟啦或者是什么东西吃掉，就看到第一幕是这样。那第二幕呢，就是看到老病死，就看到老病死，就这两幕。所以因为这两件事情让世尊生悲心。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看到到底是哪一件事情可以突破我们那种一直没有办法升起悲心的那个问题，那个关键。好，这里面只要有一两个那就够了。好，这是第九个，接下来谈第十个。那又见众生呢，造身口意不善恶业，造不善恶业，这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造不善当然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我们现在大部分也都是落在他犯法、作奸犯科、不善的事情哦。现在不善的事情，是不是把这个不善的事情做两种不同的区分？我们现在所谈的那个不善的事情，不善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都是，伤天害理啦，哦，作奸犯科啦，哦，那个放火杀人之类的，这个叫不善业嘛。好，那我问各位，贪着世间算不算不善业？你有没有伤天害理？没有。那为什么爱着世间也算是呢？对佛菩萨来讲，只要贪嗔痴就是不善业。我们现在就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说我们没有积极主动的去造非法业，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依旧存在许多想要造不善业的基因，就因为我们内心里面还储存着浓郁的贪嗔痴嘛，这种能量都还在心里面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因缘机会可以爆发出来。将来有机会有因缘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会做出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伤天害理的事情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就是因为会这样，所以佛陀世尊才会制定说啊，不可以杀生，不可以偷盗，不可以邪淫，不可以妄语。就具体一点，因为有人做了。那所以我们现在
没有这样的一个规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内心里面都潜伏着这种习气，只要这种习气还在的话，作奸犯科的可能性就有。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因为没有那个因缘可以做，但是如果说一旦我们顺着这样子的一个生死情况继续再下去，等到减劫，人的寿命减到十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不善业，一定会，因为那时候的环境非常恶劣，基于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会因为保护自己而去伤害别人，所以最好不要等到那个时候。那我们现在都是慢慢在走到那个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出三界的话，我们将来势必一定会从人寿75岁，然后70岁、60岁、50岁，然后一直减到人的寿命10岁。这时候刀兵劫开始，饥馑劫开始，兵役开始，没东西吃，人家抢你的东西，你要保护你的食物，你要不要跟他打？打，就算没有抢你的东西，抢你小孩的东西，抢你父母亲的东西，你要不要跟他打？要啊。所以到时候那个环境出现的时候，我们不会作奸犯，我们不会伤天害理，那时候身不由己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还这样子悠闲的过生活，这样子下去的话，其实我们都在走下坡啊。只要没有想办法在人寿减到十岁之前赶快离开，先暂时离开啊，没有赶快暂时离开的话，到时候我们在同样的环境，我们可能就我们这一班人，我们可能就为了一块面包在那里打。你饿三天，我也饿三天，你要不要抢？你要不要供养师父？那时候还有师父的存在，那时候，那个潘神啊，师父我先吃。你哪个会安尼讲算袂歹啊？是吧？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好像在文字上看起来，就啊，师父也可以讲很快啊。反正这个36星，大家我就跟很快的讲一讲。但是讲完之后，我居然没有把大家的悲心带起来。我讲的人自己也没有生悲心，听的人也没有生悲心。那我讲完这36星，到底我在讲什么？就像之前师父在跟人家说那个传菩萨戒的事情一样嘛。有些人精打细算啊，圣神要我传一次戒位到底要花多少钱，要请多少法师，要花多少钱。我说这笔钱花了之后呢，只要有一两个真正发菩提心的话，你就赚到了。你要赚什么？你这些钱如果说因为花了几十万能够让一两个人发起菩提心的话，那你功德还真无量。所以这种德是不要从一些很表象的东西去看啊。哦，那包括这些文字也是一样啊，不要从单纯的表象上去看，看了之后以师父一个讲者这样子讲，包括师父自己在看，世尊好像是当面在跟着师父讲，好像现在各位在座也是一样，透过师父的嘴巴，好像也就是师尊在跟大家重复温习一次，意思一样嘛。那只要能够大家能够稍微看到有一个地方能够真的激发起这种悲心的话，那我们这堂课就有意义的哦，最少还有一个秀云嘛，哦，对不对？哦，好，那我们接着看底下。那事故生悲，后面这句话呢，就刚才前面所讲的，我们一开始跟各位说的，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风险，在三界当中的一种危险性，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三界如我宅，我们自己三界如牢狱，我们要赶快想办法先暂时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之后呢，你要当，你必须要当那个什么，那个第一滴血的那个男主角，你们要当南坡。为什么说你们应该有听过南坡吧？应该你们这把年纪应该有听过第一滴血、第二滴血、第三滴血、第四滴血嘛？为什么说要当南坡呢？那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先暂时先脱离自己的监狱，先暂时脱离自己的监狱，自己有办法把自己松绑松脱之后，然后找到一些工具，然后再回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救其他人。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也是被绑手绑脚，我们也自己不自在，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想办法先挣脱这个环境，挣脱了之后功夫练好，身体练强迫，然后再去找一些武器回来，把这些那个敌军打败，打败之后把这些其他人被害人救出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说南坡那个是让大家稍微比较简单的去明白说，当你离开那个环境之后，你还要再回来，还有其他人被关着啦。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三界如火灾，我出去之后我不要再回来，没有，你还要再回来去救其他人去找其他钥匙啊。好，那底下又见众生渴求五欲，跟前面的那句话呢很类似啊，因为前面那个是贪着五欲，那这个地方呢，众生渴求五欲啊，那如渴饮咸水，就像一个口渴的人，他反而去喝了咸水，那能不能解渴？绝对不能解渴吧？所以呢，四顾三杯，很简短的一句话。很短嘛，所以光只是看到人家在五欲当中生爱着，这种就升起悲悯心。但是这个很难呢。我们看到人家在单着五欲的时候，我们会怎么会生悲悯心？因为我们也跟人家一起爱呀、我们怎么生得起来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去看别人呢。我们自己也在里面呢，因为这样爱着五欲，它是一个生死轮回的一个环境，一个地方，所以后果令人堪忧啊。就像刚才师父提到的那个例子，我们现在吃素的这一桌吃素的时候，我们看着隔壁桌的人，我们又觉得说，哎呦，嚯，黑比来怎么样那些？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看人家在单着五欲的时候。啊，那个将来还会继续轮回生死呢。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自己在受五欲乐的时候，别人另外一说，人家也在跟说，哎呦，十五个人待在那里，林家比林家那恐吓叫，底下单桌，那我就解渴，反而喝咖啡，开玩笑啊。重点是说，我们在受用这世间上的五欲要适当，所以必须要少欲知足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先少欲知足，因为我们还是一样必须要受用这些东西才有办法过生活，还是一样要需要。好，那四顾三杯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必须要知道痛苦的原因。痛苦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爱着五欲。顺便问大家一个问题，爱着五欲当中哪一个是声音，哪一个是疗愈？我们之前不是有谈哪一个是声音，哪一个是疗愈？声音跟疗愈升起的原因跟明了的原因，贪
贪是生因，没有错。贪是升起的原因，无欲是了因，所以这两个都是因哦。哦，这样子有比较清楚吗？哦，我们之前不是有谈到吗？十二种因缘，十二种因。好，所以这也进一步的让大家知道。那又，接下来，又见众生虽欲求乐，不退乐因，虽不乐苦，喜造苦因。先解释前面那句话，虽欲求乐，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希望获得快乐，我们希望获得快乐，但是呢，不退乐因，这个不退呢，就是没有进一步的去造乐的因。所以前面那个呢，虽欲求乐，是在求乐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都希望说生活安稳快乐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虽欲求乐，我们都希望说生活上呢可以安稳，可以富足，然后身体可以健康，但是我们又不造乐因。这句不退乐因的意思是，那个退呢就是不造，不去造作乐的因，但是我们想要获得果，我们只希望说我将来富贵平安，但是我们想要享受这样富贵平安，但是我们又不造富贵平安的因，这样子反求其果，终不可得。所以当我们希望能够安稳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行善业，造善业才有安稳的果报，才有富足平安的日子可以过。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讲这一个希望获得快乐，但是行善的意思。好，那虽不乐苦，喜造苦因。我们虽然不喜欢受苦，我们不喜欢受苦嘛，没错吧，但是呢我们却很喜欢造苦因。所以用前面的那一个例子来讲，造五欲的因结下来会是什么果？是乐果还是苦果？苦果。但是我们要不要享受五欲乐？是啊，非常诚实，很好。我们享受五欲的快乐，但是当我们在受五欲的快乐的时候，反而我们是在造就未来的苦果。我们现在受五欲的乐，但是其实是在同时哦，同时我们在受五欲的乐的同时，同时我们也在延续下一次受苦的因。这样够明白吗？但是我们现在普遍都是这么做，普遍都是这么做，所以我们不喜欢受苦，但是呢，又却造苦因。比方说，我们不想老病死，有没有人想说我要老病死？没有，但是我们却不造断老病死的因。但是同时我们又不想老病死，我们也不希望说老得太快，同时也不希望说老的时候呢行动不便，同时也不希望说病的时候呢太久太痛苦，或者时间太长，或者太多，这个都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我们却没有造断那个断受苦的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很短的意思，让大家稍微醒思一下。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慈悲置业花莲中心特为病苦众生起见21日药师法会，恭诵药师经，持药师咒，每日点灯供水药供及甘露施食，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咒。日期4月15日起至5月5日止，时间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中山书坊陈真义工，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2123230723，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定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